好，来我们看 SPM 2019 paper 中的第五题。这一题呢，它是 table show the deviation from the mean，就是距离那个 mean 多少。OK，score by Nora in the money test. The deviation for the mean mark for Sujata Nock has been left out. 它没有写到。他说他的 mean for 这九个 subject 是60，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他要找他的这一个这一题它有两种做法，我们用 standard 的做法先。你想60呢，所以它60的 division 的话呢，可是这个60加10，所以是70，然后这个是62，然后这个是83，然后我的60减19的话呢是41，然后这个我给它是 x 分，然后60减6就54，60减22它就会是38，然后40。62，OK，所以它的分数其实是这样的。然后他说他的那个 mean 是60，这九个可2 4 6 8 9是 n 等于9，所以在这边我就可以找到我的 x 了。So 我的那个全部跟它加起来，这一边我的70加62加83加41。然后加54，加38，加40，加62，然后我拿到的是450，所以是450加 x，所以我的450加 x，然后再除以9，会是等于60，然后450加 x，96，54，540，所有的 x 呢是540减450，所以他拿到的是90。所以史嘉娜她拿到的是90分，OK，在这一边我们知道史嘉娜拿到的是90分，OK，然后他要你找他的 median mark，median mark 的话呢，这样我们要从小到大这样来排咯。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要找他 median 的话，他最小是这一个是38分，38，40，41。38、40、41，然后接着就54，然后62两个，然后接着是70跟83，70、83、24、68，OK，我还有54、38、62、81、41。然后还有90，OK，还有90，所以在这一边我要 median 的话，我是中间哦。中间的话呢，你看前面各一个，后面各一个，前面各一个，后面各一个，前面各一个，后面各一个，就这个是我的 median 呢。OK，当然你也可以讲它的 median 呢会是等于9加1除 2th，所以是除2第五个，第五个它就是62了。OK，好，来。还要你找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so standard deviation 的话呢，就全部加起来它的 sum of x square，OK，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sum of x square，我的 standard deviation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sum of x square 除以 n 减 mean 的 square，so 刚刚的 mean 是60吧，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是。除以九减60的 square，我的刚刚的这一个70这一些706283，所以我就有70 square，然后再加62 square，再加83 square，再加41 square，然后再加54 square，然后它还有一个90 square 啊，再加38 square。然后再加40 square，然后再加62 square，然后再加90的 square，然后这个会变成35218，然后这一边它就35218，所以我的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square root of，然后35218除9减掉60的 square，OK。So 就直接拿到它答案了。
17点多，17.6949，OK，17.6949。OK，所以它答案会等于17.69，这个就是它答案了。好，来，这一个是我的第一个方法。然后我刚刚讲这一题其实有两种方法来做，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 min 是60，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知道它的 sum of division 会是等于零，OK，如果我根据 min 的那个概念的话呢，它的 sum of 那一个division 会是等于零，OK，因为它就多了十，多了二，多了23，少了19，少了22，少了减20，少了 x，然后它全部这样加减到来全部都是零，那就是它的 min，OK，距离它的 min 是零，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这一个我给它一个号码叫做 y 吧。所以我的十加二加23加减十九，直接减十九了，然后加 y 减六减22减20加二等于零，所以我的 y 在这一边，我这个有十加二加23减十九减六减22减20加二，然后我拿到是减30。所以减30等于零，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30，所以它的 deviation from the mean 是30，OK，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60加3090，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知道它是那个60加3090，你看吗？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知道这一个的 scala 的分数其实是60加30，也就是90分。然后它 deviation from 那个 mean 是30，所以这个是比较快的方法。然后我们要找它的 mean 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它的 deviation 这一边。所以我从小到大啊，减22，然后减20，然后减19，减6，然后然后10，23。30、24、6、8、9，这九个，所以我们前面各一个，后面各一个，前面各一个，后面各一个，所以它的这一个，它的 median 呢，会是等于60加2，等于62，所以跟刚刚拿到的答案是一样的，62。好，然后过后呢，这一些东西其实是什么东西呢？这一些其实是我的号码减掉 mean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呢，它的另外一个 equation 是我的 sum of x 减 mean 的 square 除以 n，这样，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我要找我的这一个什么 x 减 mean 的 square 的时候，square 104，然后23 square 的话呢，529，529。然后后面我还有19的 square，我拿到的会是等于361,361,9533,9566，然后22 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484,484,4加上来，所以我这边有100加4加529加361加900。然后再加36，再加484，加400，再加4，所以我拿到的是28,18,28,18，所以它这一个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2818除以九个，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square root of 2818除九。17.6949，OK，好，17.6949，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答案跟刚刚的这一个的做法的答案是一样的。这一个其实对很多学生来讲，这一个方法会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啦。
可是对于厉害的学生来讲呢，这一个方法其实是比较快的一个方法来的。